I want it. I got i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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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在外头，时常回想家，接通熟悉的号码，三言两语挂了电话。我也想低调啊，可是实力它不允许啊。你们家的小猫咪也会这样吗？每次我洗澡，它们都想跟进来。过来，怀特，给你开门，乖乖待着啊。啊！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担心我呢，还是想进来玩水的。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，最后一下了，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啊！哼，切娃。猫咪无法抗拒的条件反射：一、手指对着猫咪，它会凑近闻；二、挠胳肢窝会张开手心；三、摸鼻子会闭眼睛；四、听到零食声会跑过来。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铲屎的刚下班回家，一坐下手就开始不安分了。都说做人难，我觉得做猫更难。为了满足你们人类寂寞的双手，我钢铁似的毛又要被摸乱了。你以为你摸我的时候我是这样的，但其实我是这样的。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嗯，怎么不跟过来？你想干嘛？这得什么时候才陪我玩？不行，你不摸我也休想摸键盘，嘿嘿。哎呀，你的闪现。First blood。走后。反正他都不难受，他只要自由，他都不会理会我的感受。哇。当怀特听到根拉的音源曲。200元买绿色鸡蛋给猫吃，结果还是吃生骨肉串吧。蛋液涮肉串看着就很香呢。I've got no roots,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.